很好，表示我们没有默契啊，我们初次见面。伊娜排恩是我们卑南族语你好的意思，所以我们来练习一下。来，伊娜排恩，伊娜排恩，很好，很标准。大家晚安哈，非常感谢大家来到铁花村这个地方。那我们呢是来自卡大地部资本部落啊的一些青年。那今天呢来到这里啊，主要呢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卡大地部的一些传统歌谣。那我们呢是卡大地部的传唱歌谣班。那我们的歌谣班呢层面非常的广，从小时候的三个月大到八十几岁的都有在里面啊。那今天呢因为他们有事没有来，所以呢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来到这里为大家呈现我们卡拉地部的这些歌谣哈。那除此我们除了我们的青年之外呢，另外我们还有我们部落里面最可爱的小朋友，我们的达古范，还有我们的米杜菲拉呢，也会在这边呢我为大家呈现我们可爱的平安族的一个舞蹈。那希望呢大家在今天晚上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哈。那刚刚带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拜访歌，那主要呢是在邀请我们的朋友呢不要害羞，一起呢来到我们的家来做客。那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佳肴美食以及美酒来招待你们，希望大家能够有空来玩，主要呢是这个意思来告诉大家。那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希望了哈，希望大家来到铁花村这里也能够点一杯饮料或是喝个小酒来支持一下我们的铁花村，好不好？很好，那就赶快行动啊！好的，好，那接下来。